做个有趣的迷你紫金盒，小巧又可爱。首先我们来画图纸，中间一个，四周四个长方形，用卡纸或者纸板来做效果最好。画好就是这样一个图形，然后剪下来就可以折成一个盒子，在中间开一条缝哦。要做两个这样的盒子，第二个呢比它稍微小那么一点点，能合起来就可以了。下面来做迷你的纸巾，拿一些大的纸巾把它切成小方块，像这样相互交叉折叠，然后把它放到盒子里面，迷你的抽纸盒就制作完成了，可以一张一张的把纸巾抽出来使用哦。小巧可爱又好玩。